地方，你看这个地。刚才我给大家看这段视频，这农村的，是我三姐家的小姑娘，老三的孩子，婆家在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那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啊！我为什么放这一段视频呢？前上一周啊，小万女儿给我邮了一袋榛子，拍了一些视频。她说：“你吃吧，老姨，这都是没上化肥的，没上什么农药啥的。这个就是在辽东那块那个山区啊，那个地方特别好，空气也好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吃吧，你不动脑子，天天写东西，就这么回事儿。”完，我就突然呢把这个事儿联系起来。之前有朋友给我问我的一些事儿，我就把这几样结合到一起，完跟大家讲一讲啊。那个，因为看我视频的吧，农村的不多，很少。以前呢，有朋友给我留过言，就说这个在农村老家，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干的。就是你说想拍视频，完了一个是不会拍，一个是好像就觉得这跟前都是山呐，都是地呀，都是土啥，没啥拍的似的。完就这个话题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就跟这个朋友，我不知道好长时间了，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还在看不看我视频了。有些朋友呢，可能要是如果有这方面也想拍视频的这个愿望呢，也就从中了解一点东西吧。就是农村拍视频呢，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形式啊，比这个别的还有优势的。一个是平台好像扶持，国家政策也倾斜这方面。你看，就是最近这两年，就是在视频排名前几位的，有很多都是农村题材的。农村题材的，现在来讲嘛，我倒是说不好，说不好。要如果有这个方面意愿，你可以关注，就是那些农村题材，观察一下。现在还有很多在城里的孩子，完回村就是回到农村，特意拍视频，完把家乡那个当地的土特产呐，还有一些当地独特的资源呐，都利用开发起来了。完了，借助这个短视频的平台，完销往各地，哎，形势特别好。这个可别小看农村这个，农村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，有很多就是回乡的人就把这块做得很好。还有就是说是拍农村题材的，不是说是都给农村人看，因为就像咱们这个年龄的很多人的年龄大的人也是，有很多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，然后到城里生活工作的，就现在就特别想念小时候那些东西。你就像我似的，没事，我其实我挺好翻看这个农村题材视频的，像养殖的啦、种植的，还有拍那个山了、水了、农村小房子了，还有上河里捞鱼啊、江里捞虾啥的，就这些。有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没有时间，有时间我倒是没特意说去找着看，就有时候搁手机编视频的时候，完了平台就推送过来了，推送过来我忍不住就打开瞅一瞅。现在农村生活发生变化也挺大，农村就是这些题材，还有做吃的啦，做这个什么杀猪宰羊的这些啥的都挺好看的，还有农村种地的，反正就是农村可供开发的这个题材也挺多，挺不少。别就是在农村的朋友啊，别忽视这一块，可这也不用说出去特意说寻找花钱呢，又置设备啥的，就拿个手机在房前屋后把你这个普通生活拍出来就行，先别着急，一点一点来。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拍视频这个流量钱，这个钱我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呀，你要是专门，我觉得啊，不是说我，人家有的是做得好的，就是我觉得吧，现在要是专门指这个拍视频这个挣流量钱是不容易挣了。我这八月份挣了2000多块钱，一共加一起，一个一周就五六百块钱的。完了就是从回国以后，这个视频这个收益是直线下滑，就基本就现在就反正就是有这么营生。完了还有一个是也是我爱好吧，还有猴哥在那边，你看自己在家里，我没在，不给他拍。完了这两个大哥给他拍的也挺好，一直都拍了，我说也鼓励他，把这个一定要拍下去，不能说间断啊。
不管咋地，这个视频，这也是我们俩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精神寄托啊。有这个东西支撑着，一天还信心满满的，还占用时间了。我觉得锻炼这脑子、剪辑呀，什么东西还能这个把脑子这个细胞还能激活一些。再回到刚才话题上啊，就是说农村朋友拍视频，指的说是这个平台能给你这个播放量多少，能挣多少钱。别这样想，你就是拍好视频，可以把你家里的这个农副产品啥的往外卖一卖，做点小生意什么，这不也是一个家庭的额外收入吗？这那个别光只种地种什么的，要光只种地那个钱可能是不多，太多了。我就觉得这个农村现在拍视频的有很多吧，反正拍拍还坚持不下来的。你像东北，就是黑龙江有很多就是拍这个视频，这个收益特别好。有几个我看还有一个叫卢小开的，那把当地的生活那个介绍的多好，就很多就把这个日常的农村生活拍的就活灵活现的特别好。哎，完了我看还有几个就是当地那个人口流失的多的，完了这个当地这个年轻人拍视频，还把外来有很多喜欢这山清水秀这地方呢，又吸引了很多那个城里人到这个当地农村买房子，完了安居养老，就是过过农村度假生活的，还有这种的都干得也不错。小外甥女儿给我拍了几段视频，就是刚才我放那个，你看那个辽东的山区多好看，那个山大山那小溪那个水流啥的，完我还没来得及呢，我这个说完了之后，一会儿我就给我小外甥女儿联系一下，我告诉她，年轻人也拿起手机拍了，他们是在大连在开发区住，这个孩子都孝顺，回家帮那个公公婆婆帮他收山去，收这个秋天秋收干活收地，这他公公婆婆还都是残疾人呢，都是残疾人，也是那种就是老人自强不息的似的，一直在家里勤勤恳恳种地，你看种这个榛子什么的，把那个前后园子伺候的可好了，就是咱们中国老人那种那个到老了就是有一点力量也使出来，也不拖累孩子那种心情。完了这孩子也孝顺，这是到收山时候，这两口子抱着孩子回家帮公公婆婆收地去了，收地完了给我邮的榛子，我就根据这个我想起来的，我说这个有这个想拍视频的朋友啊，在农村呢一定要利用好家乡这个资源，好好拍一拍，完把当地的农产品也能卖出去。完了这个小侄女他们这不是就整这个榛子吗，往外卖榛子呢，我说你就拍这个视频，一会儿我告诉他拍这个视频往外连拍视频再卖家乡土特产多好啊。我行了，我就先说这些吧，一会儿又超时间了。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就想起来，这个脑袋里就乱码七糟的，反正我这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的，说话肯定是不完整，朋友们都是了解我的，谢谢大家了。